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认识宋慧乔和宋仲基，两人郎才女貌，是极佳的一对。宋仲基和宋慧乔在《太阳的后裔》中饰演情侣，两人也因此结缘。当时这部剧中还有一个演员安普贤也出演过，他当时演的角色是中式任光男，他曾当过模特，身材和相貌不是一般的好。今日在一节目中，他透露自己也曾喜欢过宋慧乔，他说当时宋慧乔和宋仲基在一起很让他羡慕，当时剧场所有的演员都很喜欢宋慧乔，当然也包括安普贤。宋慧乔的样貌长得很不错，当时有导演趁她360度无死角，不过真正让安普贤欣赏的是她的率真。宋慧乔不像某些女明星出个门就要化妆，她一般聚餐都是素颜的，给人很真实的感觉。她也在节目中说到了宋仲基，宋仲基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，聚会中都没有喝酒，他对自己的高要求简直无人能敌。所以说美女配帅哥，有很多时候只有当你变得更好时，才能遇见更好的人。免得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自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